那请那个我们副部长好不好？杨副部长请。委员好，副部长就这样了。就空军的这次的悲剧哈，总是要根据监察的报告，你们收到没有？报委员现在还没有收到。对，你们要主动的赶快去拿到他的调查报告哈。是。然后要去做一个全面的检讨。是。啊，就是说，你们认为讲的没有道理的地方，当然你们要辩解。但是呢，我想监察院的调查敢这样子的写哈，我相信他是有很多的证据。那我是认为你们现在不要有预设立场，就是全面的进行调查啊，全面进行调查。因为这种东西当然人都死了哈，那现在呢你们也还没有看到这个调查报告，所以我们大概也很难说什么了哈。但是总是要包着一个对生命尊重，是，然后呢也要让真相大白的这样一个心情啊，去仔细的研究监察院的这个调查报告。是，委员指教，我们一定会作为一个慎重的处理。那我要请教跟今天的演习主题啊，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委员会的主题有关的东西的哈。我先来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这次汉光26号的实兵演练哈，在演习的响定方面，攻击方啊是根据中共哪一年的战力的标准来做设定，来做响定？好，报委员是根据2010年的响定。2010年是的，2010年是。所以你们认为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就足以对台湾构成相当大的威胁，对不对？是的。那好，那我现在要请教一个跟这个有关的问题了哈，因为美国的智库啊，这个 James 这个基金会呢，4月29号发表一个论文呢、啊，他说中共的这个海军呢，东海舰队4月7号到9号的训练演习呢，这个包括了10艘战舰、潜舰。两艘基洛级的这个，其中包括两艘基洛级潜舰，跟两艘这个现代级的导弹驱逐舰了哈。然后这个舰队呢，是这个从东海经冲绳岛跟宫古海峡到达西太平洋。4月13号的中午啊，这个舰队啊，就到达了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要点，就是冲之鸟岛附近的海域。是，好，那我现在要请教的一件事就是说，副部长是或是哪一位这个可以回答的，就是中共特别要到达那个海域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包围，我们请情报处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处长请。包委员，中共的这个跨区的远海长航训练，他这个年度的训练。对啊，年度训练啊。是。年度训练他可以去很多地方啊。是。他特别到了冲之岛这个鸟岛这个地方停下来，他的飞机直升机还起飞，在那附近盘旋了一阵子。我就要请教你，冲之鸟岛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冲之鸟礁，因为日本在有宣布那个地方是岛，所以他有宣布是经济海域。就这样子而已吗？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对我们的战略战术上的意义是什么？冲之鸟礁已经在我们的 ADIZ 之外，在这个关岛和台湾的中间的部分。对啊，它是关岛到台湾那个中心点，刚好就是这个岛礁。副总长请回答。是不是这个问题？我来做个简单的回答。冲之鸟礁这个岛屿呢，刚好是在我们两个关岛跟我们中间，因此呢，到这次的演习我们来研判的话呢，它主要的意义有两个。第一个，它已经跨出第一岛链；第二个，它在第二岛链呢，在我们台湾东部的海域的正东方的方面呢，它已经有能力在那边从事海上跟海下的活动、水下的活动。因此呢，这个的战略含义啊，它是显示出他的海军战力已经由绿水到蓝水舰队的方向。我看比较重要了，你讲的当然不是说错，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应该是说，中共做这个动作是告诉美国跟日本，尤其告诉美国，他有事，你很可能来支援的其中的一部分军力就是来自关岛，我就在这里等你。
到时候我的舰队就从东海先来，就在这个等着你来，不需要打仗啊，他的舰队往那边一摆，美军要到达台海就受到了阻隔了，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也让我们国军也要去想，万一战争爆发有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应付。另外就是说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次这个演习啊，按照演习的想定，中共发起攻击以后，我们的幻象机要从新竹要转场到花东嘛，是不是？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想定？跟委员报告，我们在各种状况之下，我们要模拟各种可能对我将来战力发挥最有效的方式来做兵力的转用，这也是其中一个方案。对，所以在这次演习中呢，我们来做个验证。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才要有这个地下机堡在加山基地嘛，哈。可是我要请教一下，那我们的舰队呢？如果万一战争爆发的话，我们的舰队是不是也打算要输泊到东部的海域？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想定，在这次演习？跟委员报告，我们舰队的活动是随着敌情的变化而到有利的水域，而不一定特定是在东部、西部、北部、南部。我们在敌情的威胁状况下，我们预判敌人可能行动，要先其占领有利的位置，这就是野战战略里面先占领有利位置，我们都会考量到，那并不一定特定在东部、北部。现在另外一个请教一下哈，陆战队现在有88辆的 M41A3 呢、那分属66旅跟99旅的战车营，那各44辆，他年龄将近60年了，你们打算怎么处理？我先这样讲哈，我对这种型的坦克啊有特别的感觉了。那个副总长你知道为什么？M41型的坦克，目前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有特别的感觉吗？这件事是跟我非常有关了、你们当时要花非常多的钱，在蒋仲林先生当部长的时候，我在第三届当立委的时候，你们要花很多的钱，要把非常多辆，大概可以高达500-600辆的这样的一个战车，你们要进行大规模的整个的整修或者说性能提升。我当时我就反对了，我说这一种的战车在全世界使用的国家少之又少，好像只有我们跟泰国，而且大部分的国家都放在军事馆里面陈列了，我们竟然还要花那么多的钱替曾祖父级的战车要做性能提升，我是反对的。那现在来看已经60年了，我们还在用啊，那我们现在打算怎么处理他们？我们军事馆也容不下这么多量吧。跟委员报告，委员所提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在现在目前我们已经正在进行的一些有关陆战队这种机动战力的提升的方案。那有关这一部分的作为，我想下来之后呢再跟委员做说明，而且这个作为呢就在你我现在说话的时间它已经在进行，对吧？你现在就是你现在这没有什么伟大机密， M41 都可以叫做国家机密的话，那不是小事。我就跟你讲，坐在军事馆M41不是机密。你现在就是要更新嘛，对不对？你就是要换装嘛，会不会？对。有没有这个计划？有没有换装的计划？有。有换装计划。所以底下再问就是机密，是不是这个样子？对，因为在目前正在进行中，所以我在这里啊。我们那个募兵制啊，这个实施以后呢，役男大概就接受4个月的军事训练。然后是不是还是要接受什么教育召集这些？未来是不是有这个计划？有，还是有教育召集？那这样教育召集一次来多久？目前教育召集呢，我们是分作军干部、军官、炊事兵以及呢部队。最长的是军官，它是一周；炊事兵呢会比较短一点。然后士兵的话，一般部队的话呢是5天。你觉得这样就可以让他们保持战力是吧？就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最佳状态，万一战争爆发。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后备部队动员战力的恢复的状态以及建设的程度，我们是有信心，你知道吧？好，你有信心。那我讲一件事啊，在第一次破案战争的时候，美国开始要用到国民兵，美国在战前就一定要征召3个精锐的国民兵的这个战斗旅，就装甲155旅啊，
机步48旅，还有机步256旅啊。这些旅在受命动员以后，你知道吗？在战争结束，他们都没有到达战场，因为美国的陆军发现要让这三个旅要到达必要的这样的一个战备的水准，然后呢，让他们进入战场，一共需要115到130天。所以呢，破案第一次破案结束，到结束那一天为止，这三个旅都还没有到达战场。我讲这个，我没有更好答案，你知道吧？我不敢学说爱因斯坦讲说一个好的问题比一个好的答案好，我只能说很抱歉，我也没有答案。好，这一些事情兵役缩短到一年，然后就要变成4个月。好，我没有好的答案，我只说你刚才讲的那么有信心，我相信你回家其实晚上睡觉，你摸摸你的心脏，大概你不会有那么有信心呐、啊。当4个月的兵下来，就凭那几天的这样一个教育召集，可以维持很好的战备的水准，我是不相信的。所以我只是说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国防部要反复的思考。既然已经要走到募兵这样一个阶段，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很不愿意见到的。要如何让这样的训练4个月以后的兵维持战力、维持战备的这样一个水准？我相信你在那边讲的声音蛮有信心的啦，但我不敢嘲笑你啦，因为如果换了我是你的位置，我也不晓得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所有采行募兵制的国家大家都要面对的，我们尤其是严重啦哈。那很多的将军们其实在办公室跟我讲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没有信心的，说我很高兴你那么有信心，请你把你的信心转达给他们，可是你要先告诉我说你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可是我如果所讲，我自己没有办法回答问题，我不敢要求你回答，我只能说你大概是全国防部所有的将领里面是唯一最有信心的人。好，但是我真的不是嘲笑你，主客意味，我大概只能像你这样讲。可是我真的对我来讲，这是我非常担心的事。采行募兵制以后，我们这些类似国民兵的这些官兵要怎么去维持他们的训练的水准，我是非常怀疑的，好不好？我只能这样讲，好不好？谢谢。好，谢谢。